出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在台上，大家自己找位置站哈、哦。谢谢谢谢，今天人非常的多。好，我们马上来欢迎下一组。好，下一组呢是哪一对呢？来，刘冠廷、江一柔，也就是另外一种吵吵闹闹。哎呀，爱你没丢，还是不要断了。我硬啊，我就要相信自己，我继续敢丢啊，继续追，总有一天会追到雅婷的。雅婷，你是不甘愿给他签是不是？你说感觉你好像还在戏里面哈、哦，你们真的是。很明显的这个，好，欢迎二位哦，非常的优秀啊、哦！这个我们看到这部戏，除了导演的功力、团队的专业之外，也看到很多台湾新生代演员的力量。来，两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最想推荐的电影的一些特色，来请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里面饰演郑华明的刘冠廷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不畏风雨来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戏就要上映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。全家大小一起去看哇！谢谢。每次看到冠廷这个样子，我都很不习惯，因为你在戏里面真的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哦，整台啦。你可以用冠廷的方式跟大家问候一下嘛。你说花名吗？哎哎哎，对 对, 對，用花名对。说说。各位亲戚朋友大家好，我今天欢迎大家来到这哦。虽然前几刚刚在地震啊，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平安无代志，无你嘛别做在家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嘛伊个电影要上映了啊，希望大家打电就来看，阿伯就阿伯最后来电影感激。谢谢，感谢，拢来。谢谢。好棒啊！我们台湾真的很厉害啊！就很多演员真的马上进戏里，就换了另外一个角色、另外一个身份跟形象。来，就接下来我们也请美女跟大家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在里面饰演李雅婷的江怡蓉。谢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气，然后对啊，还在那边吹着风的陪我们一起。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看电影。是，好，今天有很多的包场，我们刚刚有分享。那如果没有包场没关系，明天记得去买票。谢谢哦，谢谢你，真的好难追哦。哦 OK， 好，来请到导演旁边。你们都不陪一下导演啊？啊，这是去你们这几对真的是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稍后呢就要来欢迎我们其他的演员，因为其实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，大家也知道，就是说时间很紧绷，可是呢故事还是很精彩。大家想说哇，到底要演什么？这个繁星箱感觉电影。就是电视版已经演得差不多了，没想到呢，从第一场戏开始，导演很厉害。导演来来来，我来帮忙拖一点时间。啊，第一场戏就让大家目不转睛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可以透露一些。我把最强的那个一场戏放在第一场，最难最强的。对对对，哦，也是演员挑战最大的。没错，我们真的不能讲太多，所以看这电影千万别迟到啊！哦，谢谢导演。谢谢好。